今天我们在桃园国民运动中心，我们要比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羽毛球。你之前有打过羽毛球吗？有。在你之前有被打输过吗？有，我常输，因为我不太会打。所以你们两个自认为谁的羽毛球比较好？啊，没有吧，差不多，我也没有很强。我们这次要比赛的项目就是羽毛球。OK。输的人就要头顶着球，然后走出去外面。我们这次的比赛规则是十球，就是跟那个羽球的分数，你们自己去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谁先获得十分的人就获胜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要开始喽。不是篮球啊，不是篮球，不是篮球。开始。我也很紧张，刚刚完就。耶！甜甜获得一分。头落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这样子，所以是在里面。一比一，现在一比一平手了。刚刚是波拉得分的，再开始哦。这一球怎么会掉了呢？眼睛坏掉了。二比一。我刚刚那样，你有看到我拼的一样？哇，今天是34个接球，这不是排球，所以输了。甜甜获得一分，目前比数是2-2。下一球。这分是多少？根本扣一分。3-1了吗？你三分。对，扣了一分啊。扣来一分，你三分。3-1。裁判。甜甜4分，后来1分，对，但是那个连连行要补妆，所以我们请茵茵去帮忙补妆。不好意思，摄影机由摄影大哥来继续喽。所以 Pola 得分了嘛，对不对？得分，目前是4-2。甜甜都很喜欢把球打到角落，让我去接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目前是5-2，五比二。连中25个，然后是，而且你要跑超快，跑超快。甜甜技术目前越来越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今天破了，干嘛一直失误？目前的比分来到了6-2。已经是7-2嘞，你们后面有什么小手段要耍的？你要不要先讲一下？我没办法耍手段，因为我连球都打不过去，还耍手段。我没有碰哦，看哦，我没有碰哦。9-2，我差一分就赢了，对吗 ？Pola 就要顶着球喽 ，Pola。波拉，我们再表演一次好不好？慢动作的。波拉已经完全呈现放弃的状态嘞。我们顶着球跑球场一圈，这是处罚。操场哦。就是这个球场。哎，我输了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对。掉下来就要再跑一次哦。掉下来就要跑一次。30秒之内要完成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还蛮难的哎，我去。一分钟好了，一分钟好了，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一分钟其实很长哎，你要不要慢慢来？这可以用走的哈。对对，一分钟，我告诉你时间，开始了哦。用走的没问题。现在才5秒而已。
现在十秒。大家，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聊天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失误成这样。我刚刚跟甜甜打的时候还蛮正常的吧，甜甜。虽然我还是比他弱，但是呢。你输甜甜的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啊。对啦，这么说也是。你下次想要跟他挑战别的项目吗？保龄球、撞球、高尔夫球、篮球。这我都不太会。比功课我总会赢了吧？比睡觉好了。比睡觉。比睡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跟 Pola PK 的羽毛球赛。下次想跟我 PK 什么？没有。好，宣布失败。好，那记得下面帮我们点一千个赞，我们今天继续拍哦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师傅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